相信很多人家里都安装有马桶吧，不知大家家里的马桶是不是经常堵呢？其实呢，马桶堵塞的概率远比蹲坑的高。前段时间网上就有一段视频意外走红，再说用泥鳅可以解决家里的马桶堵塞情况。有位网友家的马桶堵住了，于是当天网友的老婆就按照网上的方法将泥鳅放进了马桶里面，想验证一下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。那天网友把家里吃剩的饭菜倒进了马桶里，没想到马桶真的堵了。我又像往常一样修理马桶，结果修理了半天都没有修好。